Oh yeah, yeah yeah. Ooh, ooh, oh yeah. 这是什么呀？老土了吧？这你都不知道呀？左旋炸招瘦啊！现在韩国、日本可流行了。就你全身这点肉，嚼个十天八天的准没了。快尝尝。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，随便走走就瘦了，就瘦了，瘦了，瘦了，真瘦了耶！瘦了，瘦点还瘦呀，还瘦呀！左旋炸招瘦。有了左旋炸招瘦，想要多瘦就多瘦，就多瘦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瘦身训练营。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际减肥专家、健康瘦身疗法的创始人琳达教授。嗨，大家好，如果你正遭遇肥胖的烦恼，如果你减肥屡屡失败，那么今天我就向你推荐一种风靡世界的瘦身产品——左旋嚼嚼瘦。左旋嚼嚼瘦，哎，那听起来好像嚼嚼就可以瘦的。没错，这个产品最大特点，没事儿随便嚼嚼，很快就能瘦下来。真的会有这么神奇吗？啊，你知道左旋肉碱吗？左旋肉碱，前一段好像那个湖南卫视的百科全说专门介绍过这个，可以把肥肉变成瘦肉。左旋嚼嚼瘦配方不仅含有左旋肉碱，而且还有神奇瘦素新鬼酸与之匹配，所以比一般左旋肉碱产品瘦身效果要高5到6倍。这么一小瓶嚼嚼瘦不仅可以瘦脸，而且还可以瘦手臂、瘦腰还瘦腿，我不相信这东西有没有那么神呢？来看一下，他用了左旋嚼嚼瘦，有了怎样的变化？玉晴曾是男孩倾慕的美女，然而肥胖却让她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健身、节食、针灸、吃减肥药都尝试过，吃完了是瘦了，但是反弹也很快，还伴有头晕、心慌、耳鸣。就在雨晴万分苦恼之时，朋友推荐了嚼嚼瘦，没想到才20天，他减了25斤。雨晴服用了嚼嚼瘦，到底有怎样的变化呢？掌声有请！天哪！赶快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？张一晨，天哪，太完美了！哎呀，你腰上的赘肉都哪去了？就吃嚼嚼瘦才1个月，肚小肉全没了。哎，那你原来那个腰身大概有多少腰围啊？原来2尺8。2尺8？那你现在呢？现在2尺1啊。天哪，2尺8到2尺1，只吃了嚼嚼瘦不到1个月，那太难以置信了。肥胖时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就像原来那段时间，整天都不敢出门，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，谁都不想见。是嚼嚼瘦让他重新充满了自信和快乐，不再害怕面对别人的眼光。现在的我跟大家一样，可以开心的去笑。我真心的感谢左旋嚼嚼瘦。现在只需一个电话，你就能像雨晴一样，重新拥有苗苗性感的身材。我们特别声明，前100名打进电话，还将享受68元的震撼体验价。天哪，68元，一顿快餐钱就能重新找回年轻自信的感觉，各位胖友还等什么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行动吧。左旋嚼嚼瘦，肥肉变瘦肉，想要多瘦就多瘦。嚼瘦，看我这全身哪儿都不胖，就是腰上肉特别多，您说我这种情况嚼嚼瘦还能管用吗？左旋嚼嚼瘦另一大特点就是靶向减肥，哪儿的脂肪过剩就抓紧哪儿。你看张小姐的情况就跟你类似。28岁的张美凤曾为满腹的赘肉苦恼不已，最痛苦的就是满招裤子，这腰要是合适了吧，这腿就显得肥了，这腿要是合适了，这腰就得开个口子，弄得我1年4季只能穿运动裤。没想到嚼了左旋嚼嚼瘦1个多月，美凤肚子上的肉全嚼没了。我们赶快掌声有请美凤。
你吃了嚼嚼瘦多久呢？一个月05天。哎，只用了35天，大家比较一下啊，这镜头里像汉堡包一样，这个救生圈一样的这个赘肉，35天就完全给嚼没了，太神奇了，是不是？我原来的腰围2尺6，用了嚼嚼瘦1个月05天，现在变成了1尺9。哇，是吗？而且我的脸也瘦了。你再和屏幕中比较，哎，感觉像两个人，现在脸真的好僵好瘦，而且你现在穿牛仔裤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我都5年没穿牛仔裤了，今天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教授，左旋嚼嚼瘦这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？上网查一查，你就会明白，左旋肉碱是国际减肥界公认的脂肪燃烧剂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让脂肪有氧分解，发生燃烧，转化成能量。另外，左旋嚼嚼瘦还加入了神奇瘦素新鬼酸，它能使左旋肉碱瘦身功效提高5到6倍。怪不得美凤可以瘦这么多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美国科学家曾做过一个著名实验，咀嚼2粒左旋嚼嚼瘦所燃烧的脂肪等于慢跑3小时所消耗的脂肪。真的？ Yes。 不信吧，来做一个实验吧。这是2杯猪油，左边这杯加入左旋嚼嚼瘦的萃取剂，右边这杯不加。现在开始搅拌，看看结果会怎么样呢？哎，天哪，哎，你看我这个越嚼越浆糊，没有什么变化。你再看你那个吸得像水一样，都快没有了。这是因为嚼嚼瘦让脂肪发生燃烧，转化成了能量，散发掉了。左旋嚼嚼瘦，肥肉变瘦肉，想要多瘦就多瘦。在美国 FDA 专家委员会认定左旋肉碱是公认安全无毒的瘦身佳品。在德国，该国卫生部规定左旋肉碱使用量无上限。在中国，卫生部13号文件也认定左旋肉碱为安全营养强化剂，左旋肉碱还是各国运动员调节体重的首选产品，因此左旋嚼嚼瘦的